来半入山镇。玉山抽签比爬山还难，等等坐接驳车到登山口。搭乘接驳车到登山口大概可以乘半小时左右。嗯，玉山登山口，我们那一排就是玉山。上次来是晚上。八楼。天气很好。玉山前锋。还有3.5到排名。已经过了竹南岔路，下面是排云山庄，这边是前峰跟西峰，快到山屋了。玉山南边的风景，这边是网咖，还有云海。玉山南峰结束，接下来要去东小南山跟鹿山，整个人脉在这边，东小南山前面那边。东小南山在前面，一座山头。
现在在前往鹿山的路上，深一点二，前面还是假山头，要往下切才是。一路往下切到这里，过了这个最后一个假山头，就下去到鹿山。鹿山到了，史上最鸟之山，没有展望。过了大草坡这边是看到玉山西峰还有主峰。你不要去南玉山哦。对。这边是小南山岔路上去，就是小南山山顶。那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往南玉山。这样子回去看到整个人脉，玉山主峰要到了。到了。
my head. Please get up, rise to stand. I can't be the one to sing your song. Cause I believe it's not your fault. Don't be scared.